Hello，大家晚安。嗨，今天，没电了，没电了，充电器。嗨，我今天，你们看我这边被抓了，现在有电了吗？被猫咪抓吗？被我自己抓的，每次进来都会被镜头外面吊一下，然后进来之后发现不是本人，这样就是是别人。太亮了，是不是应该开个灯？可是这个灯又很不好看，但是没有插头哎，这个只插头比较。这个直播真的插头不见了，Hello 大家，以为会在厨房，没有，因为厨房有点困难容纳两个人的直播 ，Yes， 所以我可能偶尔去串场 ，Hello。安安，晚安大家，你们吃晚餐了吗？我刚开了一个巧克力来吃。我今天看起来好灰暗哦。嗨嗨，吃了，吃什么？现在房间住哎，灰暗风还很，很晕的 Ricky 是 Riz 是不是 Riz 是晕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蛀牙，然后今天去补完最后一颗蛀牙，但是我牙齿一直好痛，就是我今天补了左上，的蛀牙。等下我的笔电还在跑，我不知道它在跑什么。希望你们不要一直听到那个吹风机的声音。我今天去补了蛀牙，就是我整个牙齿里面最后的蛀牙。你还没开始哦？我已经开始了，你先接故事。为什么我要先接故事？因为我不能闲聊吗？他规定我要先接故事，我怎么今天看起来很肿啊？他规定我要先接故事，你干嘛那个脸？晚餐吃什么？我要模仿你哦。好，妈咪说晚餐吃我的脸。对，还以为要一起播，没有。蛀牙有清神经吗？没有哎。抓肯油哎，抓肯刚说什么？我来看一下，只有听到我美妙的声音。好，那就好。夜吵架没有吵架 ，no no。谢泡芙大叔的红玫瑰，甜到蛀牙，没有，就是很久以前。我跟你们讲，因为我原本后面有一颗智齿嘛，就是这颗右上有一颗智齿，然后智齿前面一颗我不是说蛀牙嘛，然后我今天去补，它已经蛀掉我半颗牙了。就是我刚好有牙膜可以给你们展示。就是一般的牙齿，健康的牙齿不是长这样吗？然后我的牙齿已经被蛀掉了这一整个部分，就我遮住的部分都被蛀掉了，但是还没有蛀到神经，就是
块做到神经，所以医生说他先帮我补起来，然后之后看有痛的话就只能抽了。对，然后而且他说因为就是蛀牙的关系，所以就是这里他全部都是用树脂补起来。哦，然后正面剖面的话呢，就是这边就是剩这两边，剩这边跟这边我指甲覆盖的地方，然后其他全部都蛀掉了，蛀超大，蛀牙很懂挑，也够甜是吧，就是太甜才会很多。这是正牙，这是我的智齿，怎么样，很大颗是不是，有吓到啊，我的牙，对不起，我怕它碎掉，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容易碎掉。我的智齿牙牙为什么发生错误？他不让我播音乐。这是我的智齿，小智，他叫小智。不妙了，爱吃糖果影响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有可能是我很常吃甜的。对，今天一个小时，嗨爸爸，故事感觉坏掉了。品凯那段算正史吗？我不知道哎，问一下姐姐。安妮亚，种种的也很可爱。然后因为我下排就一直很痛，他可能希望听到我歌声，是不是？对，牙齿掉了，坠楼，超大一颗，对，超大一颗。韩寒的小智在哪里？叫我吗？小智，小智，谢谢爸爸的啾啾你哦，可以让他啾啾这个牙牙。艾瑞又掉了。啾啾牙牙，你看这个牙齿，它原本也可能在我这个位置，所以我这个位置就不会凹陷，但它现在拿起来了，我这个位置就凹陷，懂吗？有一个阴影这里。但我今天补这个超大蛀牙只有打一针麻醉而已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位置的关系吗？它只打了最后面，然后打一针而已，还是他其实很快速的出很多针，但我感觉只有一针，但是应该不会啊，因为我会痛。跟你说，我今天有去跟哈库问答，哈库有回我，是很快问答的那个吗？谢谢潘朵拉的小鸡蹦蹦，谢谢，是那个一日那个 vlog 吗？是 vlog 吗？小酒窝不是酒窝。对，很在意凹陷，这个有倒钩，小小钩啦，小钩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已经痛很久了。我刚下午在睡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完牙医回来之后，牙齿还是很痛。我跟你们说，这颗牙为什么一直跟你们说？这个抓肯的啾啾你哦。我为什么，我今天眼睛真的好肿哦，我为什么今天一直在睡觉？因为从上礼拜一，也是上礼拜一，然后我补了蛀牙，补哪里啊？我上礼拜补，哦，上礼拜补门牙的蛀牙，然后补完之后隔天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下排就开始痛，就是右下，然后就是不排除是因为就是拔完智齿之后，水平智齿之后，因为牙根这一面还是露出来，所以有点敏感嘛，还是怎么样的痛。可是我觉得不是，因为我已经拔完很久了，要敏感应该之前就会了，可是现在就是一直都很痛，然后我就一直都很痛，然后我发现睡觉可以缓解这个疼痛，所以我本来下午很痛，痛到我心情很不好，我就不想讲话，这样就趴在枕头上这样，然后滑手机。对，然后我就睡了一下之后，我现在就不会痛。每次早上刚睡醒都不会痛，可是就是过一阵子就会开始痛。一直睡好，刚睡醒还够可爱，看像一想花絮，我自己都还没有看到。睡眠治疗法，对，睡觉，不然真的很痛。捏捏脸颊，你就一直在跟我们说，对啊，我也不知道，
对啊，真的牙，你们一定吓死了。这个牙又掉了。打一针药效发作，后面的打没感觉了。可是我之前打的时候，它都会就是很多戳很多下，我都有感觉。我不知道哎。就好毛起来睡了，对，但我怕我下午睡了，晚上又睡不着，但是我下午真的有点痛，所以我下午就睡了，对。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，到了礼拜三再去问问看根管治疗的那个医生。但我的补牙到今天总算是告一段落，就是该补的他都有补起来了，对。然后其他就剩这个在痛了。谢谢四号的啾啾你哦。平常就是不太会痛，可是就是那些蛀牙不太会痛，但是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右下开始痛，我不知道要痛到什么时候。我今天有问医生，然后医生也是说那边的牙齿就是之前补过了，所以就是再观察看看。今天怎么笑中还有吗？我今天很忙的感觉，刚睡醒。蛀牙补几颗感觉好多颗，我也不知道最终补了几颗，但我超常跑牙医的。然后礼拜三还要去看我的根管治疗，好像感觉应该可以装上我的牙套了吧？我用这个临时假牙已经超大颗那个，我用那个临时假牙已经超久了，应该有好几个月了吧？你们知道我用多久吗？从我跟你们介绍临时假牙开始，那个时候用好久。对。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换，我也没有装过那个牙套，所以我一直在想牙套不会很快就被我咬坏之类的，会吗？谢谢养过的爱的烟火。会吗？回答好。为啥声音哑哑的？我因为刚睡醒吧，没有这么脆弱吗？谢谢大家回答。嗨，高丽菜，牙套看材质蛮坚硬，好像是瓷吧，不是矫正的牙套，是套住牙齿的牙套。谢谢包子的啾啾你哦。你们是不是在听姐姐唱歌？七点多刚睡醒，我下午睡了一下，我有咬这么用，我就怕这样又要撩急，压力测试一下，怎么测试？没那么快烂，可以咬坏，搞不好会咬坏啊。平安的故事是骷髅盒在做梦吗？问一下姐姐，我觉得可以把它写进他的梦里。还是很谢谢韩喜欢张为什么会来不及感谢？不会。不会，为什么是我不会？应该是你要不会吧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已经那个，我不是说调色影片吗？我已经录了三段，因为我挑的照片就是我荧幕录影了三段，然后都有四分钟，然后我荧幕录了三段，每段都有四分钟，就是修不同张照片都有修四分钟，然后我在想要怎么把它剪进一分钟的 reel， 有点难，有进度吗？对，有点难，没那么容易咬坏，真的咬坏牙医要赔你新的，不是吧？是要再自费做一个新的吧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是这样吗？有点难，对。四分钟剪成一分钟，然后就是四分钟剪成一分钟，它就会一直有点跳来跳去的，然后很短这样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好好看。牙套没那么脆弱，某些片段加速一下，
没有要值得不能叫百变，对，我有有保固哦，我有，我是减值的，嗯，一分钟是有点困难，上下级哦，好聪明哦，我没有想到哎，这样我怎么会有六级？还是我就不要用那么多张照片，我现在选了一个，一张是去台中玩的那个三一七响的，我还没发过。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还有那个智齿小博那一篇的别章，还有那个台中合同丁的别章，谢伯承的资铺的守护灵，总共三张。对，其实我在想要重录，我要录的更利落一点。但我觉得我录那个好像教了什么，但又好像没教。对，那应该算是跟大家分享我的修图，也不是一个教学，因为我修图感觉都比较靠感觉，因为每张图的参数都不一样。合同丁不是台南，对啊，我讲什么台中是吗？台南，我台中跟台南一直搞混哦。这里有教跟没教之间，对，所以算是一种分享。可爱就没问题了吗？那是台南，做长篇连载也没关系，我怕我太多篇。三一七不是台南，我刚讲台中吗？六集连载，太多了吧，变影集了。因为我觉得，对 ，real 只能一分钟以内 ，IGTV 就触及没有 real 那么多是吧？牙套高中几个月有保固。来台中啊，可以呀、啊。今天感觉素颜没有，今天有化妆，眼线这么长耶，是眼影很淡耶。然后什么都很淡。天哪，我的眼睛超级无敌肿，好好笑。这样看起来有点好笑耶，我眼睛超肿都。你地理不好，我就每次一直讲错。吃晚餐，感觉还好吗？很肿哎、欸，今天。没办法，但我下午真的不睡的话，我就会已经太肿了。可以晕海涵吗？怎么不行？这个很晕，晕谁？台中、台南只差一个县，很可爱。卧蚕比较肿。应该是上眼皮这边比较重，而且你们看我这个超长的，我抓到自己，练舞的时候抓到自己，我这样，还是食指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被我自己破相，不睡挺痛苦的，对，就是牙齿痛。嗨，王子狗狗，嗨野兔，我也状态大力，对，因为舞很激烈，所以你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。划伤，我本来以为是那种指甲抓到，就它只能有点破皮的感觉哦，就是它蛮宽的，这个伤痕，我整个破相，被我自己破相。感觉很痒，是不会，还没到痒的阶段，就是它是在一个还在结痂的阶段，对，很明显。猫爪泥，对，被我自己抓到。婚纱照已蕴含，婚纱照多久以前啦？哎，对对对，这个位置很危险，我那时候抓到我就流。没有流冷汗，就是超庆幸还好我没有捅到眼睛，因为真的差一点，就是忘记是这样还是这样，反正就是很危险，我真的差点戳瞎我自己，我也忘记跳哪边了，反正就是我差点戳瞎我自己，我很紧张，差一点，头发盖住的话我就要盖住眼睛了。
他唱歌好大声，我都知道他在唱不能我的手，抓到那个好危险，跟刘海融为一体了，被叮不是，看起来流血有，他有流血，我不知道我怎么把我自己抓成这样，一般指甲真的不太容易，但我现在弄了，就是我用光疗胶做了透明的，因为我最近多灾多难欸，我中指断掉，断到肉里面，然后我就把它就是弄这个凝胶，它就比较坚固这样。但我也不知道都弄成凝胶了，然后它还尖到可以抓伤我自己。但还好我有弄凝胶，不然的话就会更可怕，就是我指甲会更尖。你在这边唱他在唱的歌，会有很多很错乱，没握到。断甲，对，指甲断掉，然后我就把它修补回去，我把它粘回去，乖乖冒冷汗。谢谢 Dragon 的真情告白，还好有握到，好危险。七月生血有得晕吗？我不知道，问我就是不知道，问就是不知道，我很聪明的。问就是不知道，对，问就是不知道。七月的生血香吗？没有一个月不香，对，我就这么说了，每个月都要买。我好像一个占卜师在讲话哦。谢谢 Kusi 的一封信，像你都晕对吧？变聪明了？什么叫变聪明？我从来没有透露过什么讯息啊，我一直都是守口如瓶，每个月都想。对，谢建成的种植肥料，口风真紧，那是当然，不是因为主题原是看人对吧？我就说这种才是正确的，因为主题晕，对。欸，那我想要再修一次，就是我想重录一次那影片，我要剪短那个录影的时间，不然我每个影片都四分钟，我昨天剪了一个小时，然后还在剪前面，因为我一直在剪那种去除小段小段的那种。对，老弟你好油，没事啦，你也游起来呀，游游兄弟，我们还这把面可以偷偷跟我说吗？不行，今天有要继续讲故事吗？有啊，拉肯真的有，有要继续讲故事。Hello， 汉汉，丢掉东西不然很难看的，对，太长就改 IGTV， 有啊，当然有上字幕，怎么可能没上？但我只上了大概前面20秒吧，然后就后面就剪不下去，因为太长了，就想说重新整个重录一段，不然有点就我整影片都有点断断续续的感觉。的骷髅也到货了吗？可以跟骷髅来个远方连结，你们有个讯号。总共12分钟，刚好一季动画完美。我还没吃，把骷髅人设改回，不然他一直很呛，他感觉蛮呛的吧？这里需要上字幕吗？这里吧，这里是可以啦。我是有色的，他只是迷路而已，不是一直很呛。哎，你们最近有看？不是最近，你们有看过《爱死机器人》吗？我在网络上一直看到那个最后一段的那个女妖的那个片段，你们有看吗？有看完了？那是一个是只有 Netflix 有的影集吗？它是哦，终于可以播音乐了，我点了超级久。
看过几集，我只有看过最后一集，我只有点开最后一集，看我只看一半。但我有看网络上的人讲解，因为大家都在学那个女妖跳舞。爱死机器人不是，是爱死机器人。第三季还没追完。哦，女妖是最新的第三季，是不是？骷髅龙会出影集吗？你们可以帮他剪。有舞台剧的时候，可以剪。你姐姐都不理我，你多发几句。对，爱死机器人。血腥不是适合吃东西看，有适合吗？第一集是一个一直转那个，我还没有看第一集，我就是直接，因为我只有在网络上看女妖，所以我就直接点女妖来看，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深意的哎。但我就看了一半，然后我又在网络上看到解说，我就把它有看那个解说，但我应该会把那一集看完。对，他唱歌很大声。我现在听得到他在高歌耶。掉到唐坑后剧情就毁了，可能没剧组想接。对啊，他唐坑就还是我们从唐坑开始补。他有些集数很有趣，他不是都是恐怖的吗？血腥的。而且我最近我上次有介绍吗？我忘记了，可能没有。但我买了一个追剧神器，就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我已经变得很废了，它就是这样子夹在那个柜子上，然后就可以追剧，这样子追剧也有，你也有。我最近买的，我上次网购的时候买的。对，可是这个超级难，就是他这个很他这个是很稳的那种，然后他就这个很硬，超难调的。我是花了超大的力气才把它调成，它原本是长这样一卷一卷一卷这样收起来的，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摊开成这样，然后我才可以在床上这样耍废。对，推荐，好物推荐。平常练肌肉拍上用场吗？没有，我手很痛。废人小物，对。有没有大一点尺寸想要加平板？有哎，好像有哎。就是我买这一家的那个店好像有，但是我是在差宝买的。对，但他有卖加平板的，也是很方便。中间有个奇怪的玩具，这个好用，还真的有油，弹起来废。感人物品。对，力气好大，这个真的很硬。我以前买过，在夜市那种买过假的，然后超不稳，然后会一直掉下去，然后会一直晃。可是这个完全不会，这个是真的很硬。我不想折它，因为我好不容易才把它折成这个形状，我不想再移动它。其实这个是真的很好用，就是它不会晃，然后它也蛮稳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夹在那个书桌这样，它也蛮方便操作，就是夹在书桌上，然后你再转这个这样，就可以把它转紧，然后你就可以夹在书，我要重复几次，夹在书桌上，就可以夹在床头柜上这样。然后为什么奇怪的弯曲？我告诉你，我床旁边结构是这样，就是桌子在这边这样，这样子，它这有个奇怪的弯曲，就是。因为我的床头柜在枕头旁边，所以它要有一点往后弯，你懂吗？就是它要有点往后弯，这样，然后它夹上手机就会变重一点，然后就会往下一点。这个角度正好，我不会再调它了。我调过两次，我手可以断掉。不是这般人生懒神器，对，该买一个了。你们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，你们知道吗？这还很方便，它可以这样转，这个地方可以360度这样转。你可以弄成直的，然后你在床上就讲，讲。有没有人常年滑手机滑到睡着，追剧追到睡着，然后手机砸到脸？这个很好用。我没有在跟妈咪讲话，妈咪应该没有在看我直播。
嘿，浪费好爽，对。这样光线还够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光线就是我刚好那个床头柜上有一个台灯，所以应该是够吧。妈咪以前当被砸过，对吧？而且手机现在变很重哎，手机现在砸到会 OK 的那种。而且我会想买这个，是因为谢谢幻影战士的浪漫旋转木马，谢谢。对，常发生，我也想买，我好像在卖东西哦，直播卖东西。我会想买这个，是因为我就是发现我追剧啊，还是滑手机滑一滑之后，我就会越拿越近，就我都侧躺这样看，然后就越拿越近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应该要。就是固定它的地方，我就不会一直越看越近，对，所以我就买了，刚好避开障碍物的弯曲，对，我很满意，这弯曲角度很神奇，而且它真的是蛮稳的啦。推销员还已上线，订购电话是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们就打手机支架这样，去下面那里找找，可以，但我不知道那个。品质有没有一样？脸越贴越近，不会，我就这样躺在床上，我怎么可能还用我的脖子的力量让它越贴越近？对，懒人手机支架回来了 ，Hello， 每次都被砸到，砸到超痛。PSP， 那 PSP 砸。谢谢抓肯的真情告白，谢谢。他唱歌好大声，我已失去了。有了支架就可以懒上一天，是没有啦，我也不会，就是我还是会变换角度，但是就是比较长的时间让它结在上面，然后有时候还是会拿下来，然后躺一下左边，躺一下右边这样。PSP 也躺 ，PSP 是什么啊？是游戏对不对？你们还同步？对啊，因为我就听得到他的歌声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同步。然后我还买了两个这个夹子，这夹起来应该也蛮好看的，就是一个蝴蝶结这样。我好喜欢这种夹子，然后买了一个珍珠的，哦，好痛，这个很难开耶，它有一点。需要被用久一点，它有点刚新买那种还很难用的那种，夹力很强。现在是 Switch 哦，什么怎么念 ？PS 什么塔 ？PSP 是叔叔年代的东西了。那个夹子跟昭和生写的好像，昭和生写有这个夹子。这个吗？它就夹起来是一个蝴蝶结这样，这样子的部分。这夹子看起来很恐怖吗？有吗？没有，再买双帅气的银项链。不是，它就是同一批的，同一批买的。只好跟你们介绍我的饰品。它现在已经充满东西了。这是帅气银项链本人，哎，我上次应该介绍完啦。是哥哥的年代，哎，那我要介绍我的哦，我还要买一个，这个什么是关岛？这样子的。好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搭，为什么买的都是这么？为什么我又没有网路了？是不是他抢走我的网路？他好不容易才播了一首歌，然后就没了。喂，留下一句不想说的再见。还是包签呢？好像是包签呢。AKB 游戏。
厨房歌后，也唱太大声了吧？还房间乱吗？怎么可能是整齐的？微乱，微乱，微乱山丘。我找不到我的耳环呢，我新买了珍珠耳环，超大的耳环。哦，在这，我把它拆开了，忘记了。超大的哦，超大一颗的耳环。啊！差点掉下去，这么大颗的耳环，有点瞎哎。我快看到也觉得我好像买太大颗了。这种感觉就是 ，Oh my god， 好大颗、哦，就是那种，我想本来想大颗一点显小，但好像有点大颗。刚刚弄掉一个小的珍珠耳环，太大了吧？对，我后来也觉得有点大，突然心虚。乱的是姐姐，我们轮流乱啦、啊。我们都是偶尔会一起来整理干净的那种，我们平常很难 keep 住那个干净。但是我们一阵子会整理一下，好大一颗哦！没有这个要跟，这要搭一下那个穿搭。我现在穿 T 恤，不是。但是大一点显脸小啊，有点贵妇感。一起炸厨房，女生宿舍通常都乱。哎呀，可以，这是浮夸路线吗？昭和偶像声线，珍珠蓝牙耳机还是好看，珍珠美人节。我的耳垂还要大，我想说这显脸小啊，就我不知道买来有什么大，因为我看它就是有人说大的就是蛮好看，然后显脸小，它分 1.6 跟 1.2 的那个直径啊，但我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买了 1.6， 但是。欸，珍珠耳环，稍微真的有点大。对，谢谢保罗的啾啾你哦。我要把双眼皮贴撕掉，今天的好明显。好。女生宿舍真的太去帮忙搬家过一次，整个遐想都毁了，成熟了很多。谢谢林果的啾啾你哦。谢谢。而且因为我耳朵比较贴嘛，所以要讲故事吗？等一下差不多。我耳朵比较贴，所以我本来以为就是。如果我用那种小一点的，然后就会看不到，所以我才买这么大的。我耳朵很贴，我没有像内奇这样耳朵这样，我觉得这样很可爱，但是而且这样很显脸小。可是我没有，我的耳朵超贴的，就我正面基本上看不到耳朵，正面看不到。Oh my god， 我扎进去也太丑了吧！正面看不到耳朵，所以我就想说买大一点，就很贴。招风耳推就是很厉害耶！我不小心点掉，谢谢修哲的神灯给小辣椒的愿望。招风耳确实。谢谢幻影战士的神灯给小辣椒的愿望，珍珠成熟很多。对，耳朵看起来好像没有我耳朵很大哎。蛮大的吧？还是因为我脸大，所以显得耳朵小？可能是这样。我超羡慕Lady的耳朵这样哎，我觉得很可爱。然后她头发这样弄下来。然后它会突出耳朵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 like this， 就是这种感觉。看看看，就是它的耳朵会这样突出来，很可爱呀。我没有说，没关系，我懂我懂，我够可爱了吗？我懂你在说什么，个个的可爱，好看的耳朵。
确实确实确实啦，我觉得韩寒比较可爱耶，各有各的可爱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帮骷髅髅编故事。知道灵异主题曲，这不是上次灵异巨答的问题吗？个人特质才是最棒的。对，我是精灵耳，他是招风耳，这样越看越像精灵。Legolas 是什么？觉得姐姐可爱吗？差我一点，对，差我一点。那我们来继续帮骷髅髅写故事。在之前，我先吃一个巧克力。像那个新的一样。这是诗雅，是一种汤。对，差我一点。也是呢，那我把头发夹上去。他最近有夸奖我努力记得这一切，盘头发哦。好，那我们来写骷髅髅的故事吧。写到哪了？所以姐姐刚有回答说骷髅髅的故事要品涵编的那段要编入正史吗？还是是他在唐坑旅馆里做的梦？盘头发真的好看，但现在这样没有，应该是不算是盘啦。对，但就是把它夹起来这样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What's wrong? 怎么会漏一根？好。我们都幻想双马尾，可能不会有双马尾。已经过了双马尾的年纪，就跟柠檬的年纪一样，是双马尾的年纪。有些发型是有一个期限的，知道了吗？有些发型是有期限的哦。我现在可能是盘头发的年纪，那样是几岁？盘头发的年纪是几岁？才刚十八就过了嘛，对，没被你们两个审核通过。什么东西没通过？哦，姐姐吗？没有听到。品涵那个可以当外传，好，那个当外传。我的公司照是一个谜团，对，是谜团。想看韩寒双马尾，改天吧，改天。就把希望放在 QQ 身上了。好，哎，谢谢 Akira 的啾啾你哦。他啾我，我啾哭了咯。好，哭了咯。遇到灵异是真的吗？有吗？有遇到吗？谢谢博成的学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正式的话，他们进了唐坑，他们进了唐坑，不是门，哎，他们，对，他们，骷髅髅跟小绿跌进唐坑，然后在唐坑干嘛？他编了什么？在唐坑住了一晚这样，然后他梦见了品涵说的那些，然后他就隔天早上新的一天就起床了。马友到19岁都仍然双马尾，但我现在18岁。丽丽大饭店，对，那是梦见的。我你看我笔电又不行了。好，没关系，不管他。然后呢，他隔天早上起来又要和小绿出发启程。要去森林里面探险，一电子播了一首歌，应该是两首啦。
出发去探险，然后出发去探险，然后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，接下来的桥段。然后他们爬不出力坑，不行，他们要爬出去。力坑旁边唐坑有一段梯子，这样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爬出去。然后爬出去之后呢，谢谢 River 的种植肥料。然后爬出去之后，然后他们就走走走走走走，在森林里面迷路了。就算有小绿，还是迷路了，因为骷髅头爱乱跑，他就左看看右看，他是一只好奇猫猫，然后就是在森林里面这样左看看右看看，左看看右看看，然后他就跟小绿走失了。逃出唐坑大作战，为什么有梯子？因为唐坑本来就有梯子，你们可以随意爬，这样。好，他们就在森林里面迷路了，他找不到对方。对，然后想一下哦，找不到对方，然后骷髅髅就很伤心的，他就坐在一个石头那边，小绿呢？我的朋友，我的他们大吉不见了。然后他就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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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他就遇到了长得很像小绿，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像的小绿。编故事好难哦。对。他就遇到了，然后小绿就说：“嘿，骷髅髅，你怎么在这？”这样，然后骷髅髅就觉得有点奇怪，他好像有点不像小绿，但是只能先跟着他走，这样，因为他也迷路。现实的唐坑栗子自称没梯子，应该是先前跳跑的糖糖留下的越狱，是不是？太平淡的出唐坑，至少骑着关关号飞出唐坑之类的，跟小绿切割了。没有，好奇猫猫容易迷路。对，不知道是不是小绿的小绿，对，小绿的分灵体。然后呢，小绿就说，不知道是不是小绿的小绿，就说，哎，你迷路了，那我们一起走吧。然后他们就是骷髅髅就跟着小绿。骷髅髅就跟着不知道是不是小绿的小绿，他就这样走走走在森林里面。然后呢，小绿说就在那边，在前面。然后小绿就顺着他的手指这样看过去，顺着他的手指这样看过去，然后呢就看到一个家，很大的一个家。然后骷髅髅就说：“我们找到牛奶糖的地方了吗？”然后小绿就说：“我们进去看看吧。”然后也是绿色的吗？对，也是绿色的。远的要命王国吗？应该不是，怎么那么熟悉啊？远的要命王国。对，然后他们就走进去，他们就走走走走进那个家了。然后那个家非常的宽敞，然后有一个临时贩卖机，就是你只要按它就会一直出来。然后骷髅髅就赶快跑过去，因为他也在森林一天，然后莉莉大饭店又没有提供吃的，对，所以他就跑跑跑跑跑跑，然后他就赶快按了那个贩卖机，然后就掉出一包肉泥，然后骷髅就很开心的吃了，对，然后吃了之后他就感觉身体有一点不对。身体有点不对，但是目前还是无恙的状态。然后他们就顺着那个豪宅，这集很长吗？虽然没提供吃的，给一颗星了。对，累小绿，好累小绿。对，然后他们就跟着楼梯走走走，因为他们一进门，那个豪宅门打开，然后就一条大楼梯，然后
旁边就有贩卖机，然后他就跟着小绿这样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走上楼梯之后，看到一间房间，打开门，结果发现一只跟小绿不是跟小绿，跟骷髅髅一样黑的黑猫，智龙，对，他们打开门发现智龙，然后智龙就是原本趴着这样，他原本这样趴着。然后就看到有人啊，他就这样，他就转到他的头，然后眼睛就变那样尖尖的那个，尖尖的眼睛，然后就，下一集待续，下一集待续 ，OK， 有点太长了，编不下去了。智龙是妈妈，智龙是比较凶的猫。也许是我遇过最凶的嘛，但它还是可爱。对，这样有偏离主线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我 cos 智龙吗？好，我比较可爱。姐姐还有可爱什么意思？大反派，对，智龙是大反派。猫反派喵出现 BGM 喵哪一首？有什么 BGM 吗？有什么 BGM 可以用？但在这地方还丢一口是吧？谢谢抓可能真情告白。下一集不知道怎么发展，对，敬请期待。Continue。谢谢西西的香槟 Level 5。挖坑给姐姐，对我起码没有乱加什么罐罐进去。对，你们帮我想一首。龙龙的反派歌，对啊，龙龙也是很可爱的啦，还是要描写一下龙龙的身世，坏人也会有一段他自己悲惨的过去这样，但龙龙应该没有悲惨的过去，龙龙就是很龙龙，这个笑声怎么了？暴走族。反派的 BGM 要壮观一点，需要联系交响乐团配乐，可能需要。超跑情人梦，罐罐不是坐骑吗？在刚刚逃出的章节扔掉，刚那个逃出的章节是谁编的？就是骑着罐罐，是有点夸张喽，那个笑声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。或是你们现在同时在观看两台，但是在我这边它的声音是偏大，对。骷髅髅有主题曲吗？应该目前没有，这个该生气了吧？刚刚的眼神超有戏，谢谢，超大声救命！你们有听到吧？够了，大嗓门。一个人吵出不知道几个人的音量，对。待会请全面抱怨。好，我等一下要去吃晚餐，我现在肚子超饿的。我今天整天都没吃啥东西，我早上吃一碗米粉。哦，不是早上，下午，因为我下午才起床。谢谢西西的粉红会员票。我下午才起床，然后就去看牙了，吃一碗米粉之后就去看牙了。一路影存证，还大脚丫偷臭。什么大脚丫？没吃太难过，对，我现在肚子超饿的，想要赶快吃晚餐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晚餐可以吃。那我来念榜吗？会不会太早？不是的。米粉吃完很快饿。谢谢大家的红玫瑰。大家要跟骷髅髅当朋友吗？念吧，好啊。后面那位好像更难过，对。后面那位看起来超难过，他现在坐在我的夹子上哦，好像不怎么会掉哎。好，那我来念吧。What's wrong？ 这样看骷髅真的很难过。这种真的是反派吗？下集待续。那边事故了吗？听起来像是。
Hello Apple。好，来念吧。对，今天一小，明天一点五，只能问包子怎么了。包子是这么三心二意的人吗？骷髅流掉了。包子是吗？自己说。一定是。好，只好点播一首《你不属于我》，好像播不出来。好了，我先念吧。不是吗？谢好天的无尾熊。出去救命吧，甜甜小公主！不是，今天不是烧肉蛋糕吗？好，我来念吧。今天的第十名是 Kusi， 谢谢 Kusi， 谢谢。第九名是西西，谢谢西，谢谢。第八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，谢谢。第七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。第六名是包子，谢谢包子，谢谢。包子有在吗？第五名是保罗，谢谢保罗，谢谢。第四名是爸爸，谢谢爸爸，谢谢。第三名是思豪，谢谢思豪，谢谢。第二名是抓肯，谢谢抓肯，谢谢。第一名是欢迎战士，谢谢欢迎战士，谢谢。感谢，谢谢大家。可爱即是正义，包子刚有回话。只抓包子，没事啦。再来，笑死，林果一定不在，完全不知道干嘛，只能跟风，直接跟风，只爱喊喊了。OK，S 人是什么？下播了，对，明天也有，我没有走心啦，不可以这样喊，以前你不是这样的。没事啦，我没有走心，我真的没有走心。经过淬炼之后，我已经凤凰的英文是什么？我忘记了，这是我新学的单字。好吧，太久以前的事了。很坚强不走心，对。女生说没有都不能信，真的没有啦。白饭稍微要开动，我等一下要赶快去吃。S 是怎么样？就是会对人开枪了。谢谢西西的浪之心，羡慕包子。要抓，确实他一定不在，林谷一定不在啊。林谷每次都不在，没关系。哦，哎 ，Phoenix。还是什么？那很像菲尼克。确实，现在才到，榜都念完了，隔壁在唱生日快乐歌对吧？被召唤来了，到啦，现在才到，都晚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要下播了，没心啦，没心。走心是因为有心，没事，没关系。等一下大家都可以到姐姐的台，还是爱你的，骗人的鬼。肯定只是应付一下，对啊，毕竟我们没有两个包子。好渣，好啦，现在大家全部，现在宣布大家全部一致立立台。我等一下要去吃烧肉了。油嘴滑说这分钟最爱姐，只能单机。好了，快去，他在唱生日快乐歌，我听到了。这还赞赞的，羡慕有两个账号，谁有两个账号？一致一家台吗？隔壁台见，谁啊？我不知道谁，看得到涵涵吗？
去隔壁吃烧肉了。隔壁见，隔壁见。林果发红包吗？包子。那是小号。哦，青铜的包子是小号。所以小号包子看我这样。大号看姐姐。他怎么好像很奇怪。大藏。大藏。很难听哎。赶紧下播。好。好。包子等你出卖他，我以后会看。青铜包子。青铜包子。OK。好。哦，骷髅人打到我了。转移焦点。好了，拜拜。快哦。拜拜。明天见哦，明天再来看。苹果包子都很渣。拜拜，晚安，明天见。请移驾栗子台吃烧肉蛋糕。快到滑不动。可以分辨影分身了，对。那是霸王不是包子，这里才是包子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